目前疫苗的施打持续在进行，施打对象嘛愈来愈宽。不过有符合着施打资格的民众，虽然讲疫苗副作用新闻看伤侪咯，就是讲轮到着伊会当去做有药注射，但是无迄个勇气来去做这个包含着疑问在内。还是拄啊，干那一点较歹，就是讲，因为这个疫苗我会惊啦吼，我到即阵啦，讲实叫我去有即马有传系叫我去经疫苗，我唔敢做啦。哦，因为什么原因？我甲看这个。这个，哦，这我唔是危言耸听的哦，我甲看咱都听下在报章来报，啊，讲安尼，今仔日注死几个，啊，对个注死几个，哦，这点呢，我到这个时阵，我真正还搁在惊。市员李文俊今仔日总之顺时阵的关心现在疫苗，而且注射状况，伊嘛肯定着市府设立着大型的注射站的动线规划。不过对着疫苗，而且副作用，伊家己承认讲真正是会惊。对着议员这款的担忧，包括市长甲卫生局长，咱来鼓励伊有做到保护力，会当做着赶紧去做。议员报告吼，迄、那个这疫苗吼，拢有通过一定的迄、那个临床测试，还当上市的啦。所以当初咱先开拢是好疫苗，我嘛做 A Z 的啊，系啊。哦，安尼你，你嘛做 A Z 的，我做 A Z 的，嘿。哦，安尼算 A Z 完啊好的就对了。对，当然是，系啊。啊，不过我唔敢做咧，我看 A Z 死啊切啦。无啦，伊话咩，迄个会当紧登记紧做好样啦，系啊。迄两只起来，变得保护力冇被消完呢，系啊。只是讲真侪民众对着品牌个有即个卖数据完询问卫生局倒一个品牌比较较妥当，卫生局长就讲疫苗咱有检验相当安全，任何品牌人会使。南天新闻台以上议会采访报道。